今日请坐。非常抱歉哈，今日我时间是到二十啦哈，我都休十分钟啊，也过来过十分钟哈。我本来讲哦，也过八点钟哈，无要紧。咱训练哦，有影时啊，食干较夹菜啊，我多可能是食西瓜的关系啦。咱利用十分钟时间哈，我想讲吴金东台湾民政府也举手，我看卖。哦，这讲的吗？有人看呢，吼、哦，好，也啊对，好，但是今仔日开始，明仔载好，咱结束了，要转去，有开始要咧做啥？推广、组织，还是讲介绍人的家长？百分百呢？你为什么慢半拍？你讲。有没有话要说？没有。你刚才吃西瓜有吃四块吧？啊，一块啊，还好。我们不能像马英九那样了哈。啊，不。我今天我相信这个都已经记录你们的举手了哈。我是希望，我真的是从深处里面的一种一个感触。我希望我们 每一位同心啊，真的是要有那一种负担。好，我们不为别人可以，我们为我们儿孙。这次哈、啊，我们就是五部车、四部车循环就开始做分享那个 Vida。你知道吗？我里头很感动。我们秘书长在前面。我们的参议员院长，我们的院长，每一个人，他们年纪多大了？啊，路阻难开，路阻将绕。我们真的是看到非常的感动。我们都穿西装，天气热呢，非常整齐，戴帽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后面的，一直注意哪些不小心漏失掉的。我们看看每一个餐厅，有一个童星非常用心，他一发先发给陶哥，陶哥你好，我来分这也塞吧，你讲无紧啊，然后他说陶哥你好，我会当向恁的人去分无，那个礼貌感动了谁？那个老板，他讲无紧啊，无紧啊，他发在每一桌的每一周的时候呢，那个桌上他们都吃，我从后面看，回头看呢。每一个人都认真在看我们那一张，我从来没有过。我做生意，我在传福音，我在发福音单张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量数很多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。他每一个人，我一看，他们都认真在看我们那一张，90%多，没有一个，我们都在注意看，没有一个一拿来咔嚓，好一张就丢掉。有2%，那就是中国人。这样子，因为一看呢，有一次我们车子过去，马上就人就插在那边。你们太吵了嘛！你们口里说什么爱台湾，这个声音那么大，那啊、哦，是，对不起啊，是，我讲了他还不听哦，继续了，什么叫做爱台湾？嘴巴你们爱台湾，行动都不是爱台湾。啊，他说是。那我们知道那是2%，所以呢，这次的行动非常的成功。但是呢还不够，我们希望在座的这每一位 好好用一点心，真的要告诉你楼上楼下老顶老开就来人到顶，人到顶，因为现在有住的人很多、哦、你知道吗？是不是这样、哦、整个老顶老开都是有住，连说也是都好有价、哦、那个电、哦、都来有住哦、我们常常传福音说遇主的人来，我给你永远的喜乐，那种得到永远的耶稣，这样嘛、哦、这是一种的人，那马上就来的，你敢不知道、哦、有主台湾人，你有主吗？不用怕，来台湾民政府绝对给你、哦、满满的丰富、
哦，让你家里，让你儿孙将来有希望。咱有帮无？真的吗？所以为了咱的子孙哈，咱我的年岁62岁啊啦，啊，够健康，够迄落哈，勇壮嘛是70几嘛哈，有几当。我即咪讲，我变为我说我自己来讲，我再努力7年，好好努力7年，为了我们的儿孙一定要打拼。你们既然跨越领域，知道这个情形，你好好的将来为了下一期的人呢、啊，让他快快短时间里面把这个4000人饱饱满满的把它冲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4000个人呢，哦，这个来这边听课，到了星期，我们的日子就到了。好，那身份证要的话50000人，你们这几次弄完以后，下一次就可以考那个审核身份证的 license， 就是证照。就像我们的、高雄州的州长，他们就是 有那个资格嘛，有那个印章，你附近的人要申请就找你盖章。好，我们做这个工作，我们做志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们是台湾民政府的最好的志工，好不好？哦，给我们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我们给自己爱的鼓励来。好，那现在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分组哈，我们直接了嘛哈，不要再班长跑过来，我们先分组哈，宜兰花莲台东的宜花东啊、宜花东州跟原住民州哈，因为我们原住民有2位嘛，这个就是变5个人呢，我们在餐厅。我们做讨论好不好，我们做讨论，将你的意见跟看法说出来，然后自我介绍，彼此认识，我们是同期的、啊、以后 say hello 的时候，哎呀你就是我们那一期，我们这一期集哪一第几期，大声一点，28、哎、很清楚、啊、我是28期的，以后有一天要邀请到我们依然台刷低、啊、来28期集合，马上就到了、啊，第二个呢，高雄州跟这个台南州的哈，跟台中州3个，在5楼哈这边啊，我们的永成对，我们的副秘这个副主席哈，潘良华副主席哈，在这里哈，那个宜花东跟原住民州是我沙凯来代理，那第三个是台北州跟新竹州的哈，就是代言州，有下面那个代言州哈，我们的永成。这林永成，这个司法大臣哈，来代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，就照着刚才不清楚的起手，知道哈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分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叫 Kirib， 今日休困早。